大家好，我是阿忠，我现在在母兔窝的门口。他们不是把那个窝拆了吗？那个木板，他们会拖到这里，又拖到那里。然后是不是觉得好玩？然后我想把木板拿出来的时候，怕拿出来又丢掉了，干脆给他们做一个玩具，让他们提高锻炼。已经被他们拆的没有一点样子了。刚才打扫的时候，我把板子立起来了。板子上面那个皮树皮被他们啃没了，给他们做一个秋千绑在这里。给他们绑一个秋千，找了点布袋子，反正布袋子他们不吃。看看，平不平？平的。现在就看他们玩不玩。现在就看他们要不要上来，哪一个要上来？想上来试试吗？就你了。他们好像不喜欢我。个个最近吃肥了，懒得要死，不愿意动。我觉得应该秋天挺好的，要不我坐上去试试。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。现在个个肥嘟嘟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。下期再见。